大家好，我是义大犀牛胡金龙。其实今天蛮多旅外的回来，我觉得可以把美国一些所学的经验带回来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回来自己的故乡打球嘛，回来台湾。2024年我的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自己球队最后能够拿到总冠军。我是兄弟象陈文伟，中华职棒24年，请各位球迷多多帮中华职棒加油。中华职棒24年，我来了。